桃园市中原文创园区联合了多所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办理活力回圈创意毕业季。这项结合了商业设计和空间设计科系学生的创作展，以环境永续为主轴，期望呢能够唤起大众共同来关注永续发展的议题。毕业季即将来临，中原文创园区以活力回圈为主题，联合桃园市和新北市多所大专院校和高中职举办联合毕业展，展出年轻学子在商业产品空间的创意设计。对于活力的部分，我们这一次有中原大学、原治大学、台湾艺术大学，还有至善高工的木工科，那他们在毕业制作的这个地方充满他们的活力，然后把他们4年来的精华在这个展览里面展示出来。这次的展览主题以永续设计未来新视野为核心发想，其中最具特别的是利用退役的航空货运盘柜转化成为最具实用和美学价值的设计作品，展现对未来的无限可能及对永续发展的重视。我们这一次在永续的部分，永续设计是在我们的一舱，一舱里面有一个我们叫做永续设计未来新视野的主题，那全部都是学生们用长荣航空厨艺下来的物料，包含他们的货舱，包含他们的毛毯，然后来重新设计，变成一个对未来循环经济的想象。活力回圈毕业展希望学生们发挥创作的热情和活力，为社会带来创新和改变，以永续为主题，号召大众共同关心永续议题。展览期间从即日起到6月23日办理多场免费讲座，还邀请专家学者传承经验分享，